言的话，有轻到重，稍断处相又带，然后与皮划相连。横折，横气比较轻，要求圆润饱满。向上带，也可以比一段一连，不要刻意去把笔画去相连，这边要收，这边要放，这个起笔越粗，向右上方斜的比较多一点。那我们看一下，点与这个撇相连，由重到轻向右下方斜的，这一个横画代替四个点，